今天碰上暴风雨了，我现在已经都湿透了，并且被困在帝国大厦顶部86层。现在外边的风景是这样的，打雷的声音特别的响。现在已经不让出户外了，我只能在室内看一下，并且也拍不了，相机什么的都已经湿了。我这个包、相机全都湿了。就算是我有这防水罩，人家也不让我出去，怕让雷劈着，确实挺危险的。刚才啪闪了一个闪电，巨响巨亮，吓死人那种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它一个响雷，我都能感觉到我这个玻璃在震动，太刺激了，绝对不敢站在外边。而且天气预报的建议就是说，现在可以开始关雷了。我第一次在这么恶劣的天气当中登上这么高的建筑来关雷，远处 WTC 什么的都是灰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刚才我冒着雨出去拍了几张，不知道效果咋样。大家现在就都被困在这个大厅里边，处于一个滞留的状态。出去看景也看不了，啥也没有。下去有点不甘心，再等一会儿吧。反正离日落还挺远的，以后的日落按理说应该会更好，对吗？等等看。现在实际上，旁边已经看到远处，知道自己的天都已经亮了，下城区的建筑也都能露出来了。实际上现在特别的漂亮，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。但是由于还是有雷电，保安大哥他是不放我出去，很遗憾，看着美景拍不了，这只能用眼睛来欣赏了。现在窗外有一条非常非常漂亮的大彩虹，但是保安大哥还是不让我们出去。哇哦！这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彩虹。哦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我现在用的是20，实际上16也是比较 OK 的。但是16呢，拍进来一些没啥用的东西。不过之后呢，我可以尝试的把它给裁掉。现在先以拍一下这个彩虹为主吧。是让这雨一折腾，实际上现在就已经是 golden hour 了，所以现在干脆就开拍吧。感觉今天这个日落绝了，今天的这个片子肯定非常的棒。在 WTC 顶上出现了很多奇妙的反光，放大一点看一下效果。
觉满天都一种黄沙似的颜色。保安大哥又把我们给轰进来了，因为远处在打闪。那实际上这个闪电实际上是离我们越来越远的，但是怎么跟他们说他们都不听，所以整个的这个延时呢就算是中途被迫中断了。一会儿呢只能是等着拍夜景。